华早耳媒体阿尔卡斯体育频道报道，亚足联已经指派中国裁判马宁执法2018赛季亚冠联赛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。图片来源推特。2018赛季亚冠联赛已经进行到半决赛阶段，首回合中卡达尔阿尔萨德林的一步敌伊朗百斯波利斯，日本鹿岛鹿角3-2战胜韩国水原三星。下周中四支球队将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，一决出参加决赛的两支球队。阿尔卡斯体育频道的官网中写道，中国裁判马宁的裁判速将执法亚冠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，而他的名哨阿哈赖德卡夫将成为亚冠决赛第二回合的主裁判。